Hello，我是力哥，我现在准备做中饭吃。我点了一个青菜，一个肉，因为今天我家小朋友想吃肉，那我就给他做个红烧肉吃。我先把肉给过一下水，做红烧肉，然后今天早上点的两个荷包蛋也放进去做。现在我把鸡蛋也加下去了，就是这肉全是瘦肉，没有肥的，好吧。就这样做一顿红烧肉吧。哎呀，天呐，感觉娘俩这么多吃不完。现在我把菜做完了，饭也好了。哎，呵呵，这次水又放多了，就将就着吃吧。本来呢是想在这上面装一块窗帘的，但是网上看了一下哈，就是没有合适的。也等不了那么久的快递，这里都起壳了，还有这里也起壳了，我又得修修补补了。这个呢是就是昨天安装的一个窗帘，但是总感觉不是很美观的那种感觉，这里也是一样的。哎呀，把这效果就是拉上去，这边呢有一个魔术贴，贴上。魔术贴好给我了，看看好不好，妈妈？好了，就这样。这后面啊，我都已经贴上去了，还有这边都是贴上去的。其实它这边也有，但是我没有选择贴，就不贴了。找一个502胶水，试试看能不能贴。今天晚上呢，还是吃中午的菜，随便吃一口就行了。然后等一下，就是我就可以这样一拉就好啦。哎。但是就是薄了一点，我想买一个隔热的那种，不知道能不能行。哎，还有苍蝇，这里苍蝇老多了。哎，好，看一下哈，现在天还没完全黑，但是我喜欢把这些东西啊拉上去，隐私性好，不然觉得就是隐私，没什么隐私性，两边都给按上。嘿，嘿，完美无瑕呀！这里面，哈哈。现在呢，我饭呢已经做上了，等一下就可以吃晚饭了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呢，是需要说一下，是这样的，因为当初我们俩换车呢，是因为就是想要去西藏，然后想要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。所以暂时性的兑换一下，然后跑完西藏以后呢，就是我们会把车互相的换回来，到这对样的对对，话，我们就会知道以后我们应该要选什么样的车了。果果，换了这么大的车了，你为什么还是要躲在床上吃呀？啊？哎，你怎么牙龈出血了呀？啊？牙龈出血了啊？你吃什么啦？哦哟，你这牙齿咋的啦？当心一点哈，那等一下牙齿掉了。先生的，看看还要看看呀，我拿什么给你看？镜子，好，给他拿一块镜子，来看一下。你对我欠，你不信呀？那你看一下，看到了吗？还咋咋？你的那个生动的牙齿啊，是不是出血啦？哦，松掉了是吧？冲掉话会出血。哦，你是不是拔过了？是啊。你拔它干嘛呀？我想要快点先把它拔出来。啊，现在我们开始吃饭了，剩饭剩菜，饭是我新鲜做的，只能说是剩菜。今天晚上就这样吃着吧。现在我们已经吃完饭了，准备你肯定没有见过，旁边大楼着火了。看看有什么电影可以看的。我也要看妈妈。你也要看。我要看儿童电影，我接小孩呀。你说啥？我想看。你想看？我自己找就好啦。你自己找啊？那我看啥呀？
嗯，好像太晚了，但咱这都晚。看看这个吧。你喜欢看儿童的？你喜欢看儿童的？嗯。那你儿童的喜欢看啥呀？嗯，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呀。嗯。小伙伴们，再轻一点。大家好。有球背椅，有凳子也踏不了。哦，那你把灯关了吧。我灯呢？哦，就在。嗯。我去亲亲柠檬才能看。啊，我们。你这是学习的，你要不要看啊？学习的，你应该多学习吧。他都不是学习了。哦。那你等一下给妈妈讲讲呗。嗯。你跳着看啊。我们已经躺到床上了。爸爸。看到吗？外面天还没黑。现在也就几点？点一下屏幕，妈妈看一下。啊，现在6:11，这么早就要躺床上了，没地方去哈。来，下雨，下雨，刚刚有下雨，对了，嘿嘿嘿。我喜欢下雨是因为下雨很厉害，但是我还喜欢海豚，海豚是我们的朋友。哦。但是我在说真话，有一个人类伤害了一条金鱼，但是我一定要再问他为什么要杀他。他说其实有一个人救他之后，他都想堵裂他，我服了。哎，是吧？看不了。嗯。他看不了。哦，那没办法看喽。那怎么办？那就换其他的吧。对，看看这都还冷不冷？他以前还不看，我服了。哎，你还服了？这乐高有拼多，但是我不信。嗯，看拼乐高的。嗯，好吧，你就喜欢。哦，我知道，这个是拼这个。我喜欢直升机，我看到我，这什么？哎，他都不困了，我都感觉我今天困了一天了，我都想睡觉了。你那啥么表情嘛？我流嘴。你流口水啊？就这个玩具吧。你说什么？随便说的。随便说的，我都没听懂。我真的超真的真的的是什么桶龙啊？看一下哈，我这里盖了两条。因为那我呢？一样啊，因为这边天气冷嘛，怕你冻着了嘛，所以盖两条嘛。最主要是我晚上睡不暖和。他好像吃的霸王龙。霸王龙，嗯，好吧。霸王龙也上面是黑的，下面不，下面就也是，上面本来就是这样的眼睛，为什么下面好像不是这样的？不知道呀。探它就好了，探它是不是霸王龙？嗯，因为我现在是每天早上的8:30左右就醒来了，所以睡得晚，起得早。今天晚上就早一点休息，毕竟这两天人不舒服嘛，只能就是早点休息。那我们结个尾吧。好吧，拜拜。好了，我们本期视频就这样吧，拜拜。拜拜。